另一个，他觉得作为有效的方法是，他将那个字写在脑中的玻璃盘上，这样他就能从另一面读这个字。这当然是个伎俩，他在玩弄自己的潜意识，好让他所找寻的东西能显露出来。然而，这些情况与这家餐厅的差别在于，关于前者，他知道某样东西已遗失。当翻到所有字母方块时，他几乎是恼怒的，用力呼吸着。有次，他从连续三夜清醒躺着，心理状态很放纵。他从潜意识深层挖出一个特定的字，同意。另一次，他把字典里水字部的字几乎读遍了，最后才发现自己要找的字是火。在这些事情当中，没有一件能跟那晚在餐厅发生的事情相比。若他当时想到了这个概念，他会点鱼排。这是个关键的差别，这个概念遗失了，这是重点所在。托马斯·埃森斯和我怀疑是这个命中注定的致命举动玩弄了奥托克门耶。在此情况下，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几周后，一条以牛油烹煮的鲜鱼送到他面前，供他享用时，他那命令似的反应。这样的不幸事件，六和九这两个数字也会感到愧疚。坐在九号桌，一位年老的绅士点了鱼。六号桌的奥托克梅耶决定试试运气，点今日特餐。厨师同时煮完那两份餐点，且将每份餐点所属的桌号注记在餐盘旁。但侍者匆忙中将数字读反了，分别将餐点送到另一桌。九号桌的绅士开心而惊喜地得到一份烤猪肉和荷兰起酱，并未跟侍者反映自己点的是鱼。另一方面，在六号桌，奥托·梅耶盯着盘子上躺着的那条金黄酥脆的比目鱼，一旁搁着三棵小的小马铃薯、一撮石螺和一些自制台海酱。他相当吃惊，却仍狼吞虎咽地吃光石螺、柠檬和三颗马铃薯，眼睛则片刻背离那大而平坦的褐色物体。他面露宽厚的笑容，让侍者别因为他剩了食物而感到不安。盘中的其他食物相当美味。不久后，大比目鱼、飞鱼、石斑、琵琶鱼和鲈鱼的概念都消失了。是的，整个鱼类随着意大利菜和法国菜一同消失。想必他也遗失了认出这些菜肴的能力。因此遗失了理解这些概念在此背景下应如何被理解的能力。简言之，这些字不再为他存在，他根本无法从这些字看出其最深层的意义。